场赛事四班千六米嘅路程，三 T 嘅头关，大热门一号码领标22蚊。好，你一跳出嚟嘅时候啦，咁啊前面快嘅马都有好多匹，中间我是高手啦，好好机会啦。咁啊再喺入边位置啊，非凡者、内兰、马来之真、欧洲之星啊。咁啊外边好有心啦，最出啊领标，咁啊依家望紧入边睇下几时埋到嚟啦。再后边嘅马黄衫，大约喺呢个第八位，就系嗰只咧麒麟命响个二搭啊。后边嘅马有嘉翠粉红眼罩嘅，咁啊再有多少合拍飞龙出边大爆发。尾三架起，咁啊后边两匹马咧就劲风雨同埋事必获利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1000米嘅段处啦，好好机会啊，确立到放头噶啦。好啦，领标慢慢埋咗嚟二搭噶，咁啊跟住放头马跑。再见到第三位出边有呢只好有心啦，内兰紫色衫咧，黑色帽就我是高手啊。第五位欧洲之星，再后边嘅马咧，仲见到出边位置非凡者、内兰、马来之真，中间黄衫麒麟永咧就大约第七八位到啦。响外边粉红帽咧，黄衫大爆发开始执紧噶啦，内兰伏紧啊，尾五位置合拍飞龙啊，后边嘅马有呢只。架起黄眼罩、粉红眼罩，架出去褪嘅，揈出去大外档，事必获利啊！好啦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有领标中间，咁啊赶过咗呢只好好机会噶啦！再见到麒麟命马林中间已经望空喺外边追紧噶啦，最出上紧嚟黄眼罩，仲有呢只架起啊，后多少个马匹咧，先见到非凡者、合拍飞龙嗰啲马，最后百零米啦，见到中档透出系麒麟命，埋边系领标啊，大外档上紧嚟嘅马仲有架起，最后50米领标又谷翻上嚟。麒麟命用了一段不多，接近终点，你一边我一步，领标埋边出边，麒麟命两匹马相当接近，但是终点那步呢，第一眼望下去呢，似乎真的有机会影相啊，两只马都很近，因为其实我心里面第一眼望下去好像领标最后那步压下去都未定，但是看回个最后镜头呢，麒麟命又压回来，两只马相当接近要影相啊，架起第三、第四非凡者。头二马相当之接近啊，谷翻上嚟，斗得好精彩啊！啱啱嗰步，嗱呢步都仲系麒麟命嘅，睇下终点线啦。哎呀，好似入边，好似入边添，好似入边高啊，系啊，哇，好精彩呢场啊，都过晒啊，用咗一段力啊，冇啊，出咗头之后，架起跑嚟三啊，非凡者啊跑嚟四嘅，条 Q 啊30几蚊啊，但个 Win 啊真系未知边只啦，好夜埋啦真系。你嗰度当佢出咗头之后嗰段力用咗啊！即系麒麟命就俾佢咁样谷翻上嚟。嗯，不过都仲要电眼判决啦。系啊，好近啊！点线嗰步，莫雷拉压落去，嗰只就恶高头，咁就啄咗个 win 去啦。好犀利啊！真系 pacing 又快，睇到而家派彩先啦。跑第一名系一号嘅领标，对人派20蚊，五号位置派11.5。跑第二名系三号麒麟命，位置派14蚊。跑第三名11号架起嘅位置派39蚊。连赢一搭三派32.5。三门彩一号、三号、十一号派441蚊，单T派146蚊。位置区搭三派18蚊，一搭十一派70蚊，五号三搭十一派97蚊。跑第四名系12号嘅非凡者。早段其实都嘥咗好多力。埋咗嚟啊，俾啲马顶住啊，咁先至跟住埋到二碟。而头两段嘅 pacing 亦都好快啊！睇睇个组合独赢啊，3-1，预计派彩系 A1 嘅隔夜热门派12蚊。真系经典啊！呢场即系你相对麒麟命佢个档位好咧，亦都早段亦都跟个位好舒服噶喺里边。咁即系当然，正如拍档话，即系佢可能系早咗用咗力啊，直到嗰度咁就即系拉屎唔够人哋咯。基本上都唔使点挨嘅，谂住喺我哋喺上面睇个势嘅三一楼都已经压住噶啦。啊，我咁都可以俾佢反线啊！好嘢啊！领标呢场唔算话，真系喺个好好嘅形势上边咯，同只三号嚟比嘅话。打四连环啦，派1502蚊。四重彩派11419蚊。真系旺开嘅莫雷拉，你继续赢啊！咁啊，麒麟变个马房啊，都好耐冇赢个马噶啦。系啊，潘顿今日都未赢啊。咁啊，呢场紧紧输啦。打破唔到滿共啊！葉楚航，11月8号到而家，天才到依家，系咯，啊真系冇计咯。
前段头两段的步速是快了秒几的，比标准时间都定被人定了转头。是啊，跟住你又嘥啲力埋去的时候，他亦都是要过里面的马、哦。咁嗰度其实佢用咗好多力㗎。有两边啦，莫雷拉。两边先㗎喎。啊、可能下一场讲第二句嘅我哋。好啦，打巡逻影片啊。跑啊，唔容易跑噶啦，开面要慢慢等埋嚟啊。不过就积极啲啦，见到起步其实俾一两步，然之后只马自己跟前噶啦，好机会系打边系想放啦。中间我是高手就黑帽嚟嘅，入面啊系咁望我嗰啲马，非凡者啊、欧洲之星啊、马来之争都唔想走噶嘛。咁啊，等佢哋慢慢走啦，唔一路入嚟啦。好有心，亦都系中间蓝色眼罩嚟嘅。咁啊，睇翻后面嗰阵啦，你见到麒麟泳好轻松喺个大概第八九位左右啦，入边就系驾趣啊，开面系大爆发拖咗落去啦。架起起步慢一集，咁啊喺呢个尾三嘅位置咧，前面系合拍飞龙包咗落尾嘅队咧，就系劲风雨同埋士必获利。大爆发临尾好劲啊啲飞，但系跑一路出边啦，翻嚟其实耐唔多嘅。嗯，加我情妹仲冇嘢睇添。嗯，喺佢后边嗰只就系架起啦。咁啊，唔用个面箍啊，好翻好多啦，叫做。虽然出闸都慢咗啲，但系都追得翻个位置。嗯，咁佢再后面嗰隻就係士必获利啦，睇下佢返返嚟沙田跑草地点啦。嗯。正常场地唔係林地。有冇得追呀睇下。好似都冇得追呀，冇镜头都见唔到。冇见。入到直路喎，你都见到嘅领标係出咗嚟㗎啦，但麒麟泳其实个上嚟个势呢压过晒全部马㗎啦。咁但係到咁样返嚟再影书返。睇下后面啦，有冇咩马真系追得好咧？都得一只架起识追啫喎，黑白飞龙啊冇嘅家情，就收住啦，叫佢拍保啊。入边嗰堆就冇乜走势啊，出边嗰几只叫近啲啲咁啦。嗯，大爆发是必获利啊！哇，都好少见莫雷拉用咁多边，真系斗到一兵一卒啦！位置 Q 一搭三排$18，一搭十一排$70，五号三搭十一排$97。组合独赢三拣一，胜出组合 A 一格夜热门派$12。四连环派$1,502，四重彩派$11,419。孖宝四场十五场一中正派$96，四场十五场三安慰奖派$13。孖 T 系派$22,548。分段时间头两段好快嘅，24秒24、22秒59，跟住24秒23、24秒1，总时间分35秒17，总时间就只系快于标准时间3:08。